不是玩云，这匹配你也玩云色符啊？你看看多稳，这你要找得到我。我觉得他要砍我一刀，所以我要去瞄一眼。这里是狗吧？还打倒了。反正我都要吃刀了，来，今天捞金枪。哦，牛仔凶起来了，牛仔 ，Go！ 正好还那么推演做。怎么又回来了？找医生，找医生。来了，这个人来了，飞起来了，兄弟给我打个针啊！别动我动我动我！我突然发现我是仙子啊！忘记给鸟了。
美滋滋。兄弟，兄弟，秀他，秀他！你不是有香水吗？他不会等会儿玩个牌吧？我捞我自己。看得美滋滋。摸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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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蛋！牛仔休息来了，牛仔，牛仔。哦，可以。哎呀，你这个刀，是不是贼开心？开不开心？不知道你开不开心，我玩得很开心。看到你也打四级刀，我就开心了。不虚，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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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个玩笑。那拍了再说。哎，怎么一到匹配他就出毛病啊？排位不挺好的吗？哇，一砍三！完了还修不开，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，亮！哦呦，干嘛干嘛，兄弟，跟着他屁股后面跑。
今天要用娃娃捞人。不相救了。这限制就很灵性，倒金箱里面了。但佣兵和祭司咋办呢？他们又救不了人，修炼机又修不开，感觉像是废了。娃娃救人，传送啊！哦，怪不得会传送。我就说这么自信。哦。有想法，溜了溜了，应该前面这个板子可以玩一下，能不能就搏一刀，能不能吃刀了？到蛇皮走位的时候了，躲了两刀够了，溜了溜了溜了，日常滑梯假装下，不真下，不下门。我还是不下，我得跟你赌，这不我要下，那我接着滑梯，假装下，真下。传送没了呀，留了吧，留了吧。三技能，哎呀。